有些人一听到学佛、念佛，总是说等一等，等不忙，等下次，等明天，等有空，等退休。有时候等来等去，等到善缘失去，等到岁月流失，等到遗憾来到，等来悔恨交织。有些事是可以等，但学佛念佛绝不能等，因为无常总是比来日方长更快来到。所谓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，所以能念佛的时候就要珍惜此刻宝贵之时光。别等来日，别等来年，当下念佛，当下就有佛光摄取不舍，能消灾延寿，能增福增慧，能得生净土，从此已非娑婆之久客，当下即是极乐之嘉宾。所以现在开始念佛吧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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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